身为师表是人家的老师，谢谢警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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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的意见也表达了，谢谢警察，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谢谢警察，赶快离开警察，和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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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理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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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毛将下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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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各位同学，等一下进行，他们用任何过度的武力，身体放松，不要抵抗，身体放松，不要抵抗，他一次把我们走，把我们赶走，马英九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们一定会再回来。你讲话义不正言不正，各位同学，各位同学，不要再做出学生做违法的事嘛，违宪乱政，违宪乱政，毛将下台，毛将下台，人民出山海，人民出山海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不论被拘留多少次，我们都会再回来，就如同我们上次在凯达格兰大道前面跟各位说的，在九三营说的，我们说我们会再回来，我们今天也一定会再回来，不论我们什么时候被拘离，不论我们被拘离几次，我们都会再回来这边。我们将坚守到十月十号，行为不要再降落其他的同学诉求，表达给马吴江，各位同学们，不要再让警察受到伤害。我们还是，我们十月十号还要担任国际的职务。这些人，你们要选择等一下，抵抗，抵抗，人民出伤害，造成我们严重的受伤。马吴江下来，马吴江下来，一定要负责，人民出伤害。毛将下台，毛将下台，人民出伤害，人民出伤害，毛将下台，毛将下台，人民出伤害，人民出伤害，毛将下台，毛将下台，你们敢出伤害，你们敢出伤害，你们的行为已经违反职业道德，人民出伤害，我是现场出伤害，毛将下台，毛将下台，现在第四次举牌，人民出伤害。好了，安全走廊隔出来。来，美女先生，拜托各位先生女士，啊，拜托一下啊。带头，来，我同学们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和平出伤害，和平出伤害，毛将下台，总统下台，违宪乱政，总统下台，违宪乱政，总统下台，违宪乱政，总统下台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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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总统下台，违宪乱政，小心小心小心，不要他教授受伤了，不要推开，我们慢慢来慢慢来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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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一个车道到我们这边，小心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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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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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朋友，可以就在这个座位就地坐下，我们在这边坚守到坚守到明天，坚守到十月十号，我们将持续在这边坚守。我们在那个地方发起就是有学生突袭在演总统府前面，然后提出我们的诉求，诉求非常简单，
可以替在场各位同学或者是新来的朋友温习一下，我们的诉求就是后面那个马吴江下台，人民除三害。我们的诉求非常的是马吴江他要下台。为什么马吴江要下台呢？大家如果有看新闻或是在我们知道台湾最近的动态就知道哈，这几个月以来可以说是鸡飞狗跳。首先是七月的时候，这个政府毁弃他们的承诺，拆除了大埔的这个事务。啊，这也是天赐良机，趁这个人民上海盗抗议的时候拆除他们房。其实是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一个政府会采取的手段。风调雨顺，什么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安，开太平，国运昌隆，展新局，后面有两行这个字，真的非常可笑。哪里风调雨顺了？哪里国运昌隆了？国之不国，家都不家了，你还庆什么国庆？分进合集，我们相信公民力量必须分进合集。因为10月10号的时候，凯道立法院前面都将有人民在进行呼喊，要求这个政府立即面对他的错误，立即下台，立即修改这个体制。大家在这个位置，1991年的时候是，100行动联盟废除刑法100条的重要的历史场合。1991年的国庆前夕，100行动联盟就在这边，就在台大一起到我们静坐，反对国庆的阅兵大典。2013年的今天，我们也在这边静坐，反对的是这整个荒谬无耻虐民的政府体制。